可以媲美巴黎圣母院的石室圣心教堂。参观历史建筑不用付钱，还可以拿钱，30多元就可以吃牛扒，还可以拼牛杂。今次就等我们去广州行下啦，夹啱时间去广州车费只需要60元。今次来广州最想去的地方就是石室圣心教堂。由于教堂的全部墙壁和柱都是用花岗岩砌成，所以也都被简称为石室教堂。石室教堂是全东南亚最大的哥德式教堂，也都是中国最大的全石结构建筑。由于广州没有出产花岗石，因此当年兴建教堂所用的石头全部都开采自香港的牛头角和茶果岭的矿场。教堂正门东西两面各有一块奠基石，分别刻上 Jerusalem 163和 Roma 163的字样。 Jerusalem 163之下有取自耶路撒冷的一块石头， Roma 163之下就有取自罗马的1000克泥土，表示基督教创立于东方的耶路撒冷而兴起于西方的罗马。石室教堂建于1863年，落成于1888年，历时25年，在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昏的时候，太阳透过西面的彩绘玻璃照射入去教堂里面，墙上因而染上了缤纷的色彩，特别靓。教堂原本的玻璃窗是19世纪由法国进口，但因为战争和物价期间红卫兵的破坏已经全部不存。新的玻璃窗是菲律宾制造，因此玻璃上面是以英文作说明，有别于原来法国彩绘玻璃的拉丁文和法文。我在广州期间每一日都来石室教堂，每一日都坐在同一个位置看着同一幅彩绘玻璃。彩绘玻璃描述的是耶稣的登山变像，参考经文是马可福音9章1至8节。从构图来看，位于左上角占了差不多1/3画面的耶稣，毫无疑问是整幅作品的焦点。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门徒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人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但更吸引我注意的却是左下角用手掩住自己整块面显得极度不安的其中一个门徒。为什么门徒看到耶稣变像会这么害怕呢？因为他们看到耶稣的荣光之后，就明白耶稣跟他们说的话都会成为真实，耶稣会受很多苦并且会被杀害。门徒恐惧不安，因为如果连神的儿子都要受苦，他们又怎会幸免呢？试想下，要在这个支离破碎弯曲薄谬的人世间活出主耶稣的教导，作主的门徒受苦可以是必然的。老实说，看到最近香港这么多和平示威，最后都变成了流血冲突，我都感到疑惑，觉得不安。但耶稣的故事并没有停在受苦受死，因为他虽然被钉十架，却胜过了黑暗的权势，3日之后从死里复活。耶稣登山变像，正正就是要门徒明白受苦只是短暂的，唯有父上帝的荣光乃是永恒的。愿天父的荣光照亮我们内心最幽暗的角落，以自相同化解仇恨，帮助我们彼此宽恕，赐我们力量缔造真正的和平。如果喜欢历史建筑，广州的沙面一定不会令你失望。在沙面这里最吸引我的地方就在这里了，沙面街社工服务站。日间托儿服务就听得多，这里有日间托老服务，那就不用担心老人家自己一个人在家容易发生意外了。办公室的门上面有两句说话，爱要说出口，关系更长久。但愿我们都可以在爱中建立深厚长久的关系。沿着珠江向东行，来到元江中路193号。
入去呢座历史建筑，唔单止唔使钱，如果你系银行嘅客户，仲可以攞钱添。呢度就系孙中山先生响1924年亲手创办嘅中央银行啦。讲起孙中山先生，又点可以唔去中山纪念堂行下呢？广州中山纪念堂位于越秀区东风中路，是广州人民和海外华侨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集资兴建的。纪念堂是一座八角形建筑，上面有孙中山手写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在主体建筑上，每一条圆柱的柱头都有一个符号，和人民币的符号完全一样。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系？纪念堂管理处工作人员就认为，这个应该是一种巧合，这个符号其实是一个洋字，应该是跟洋城，也就是广州有关。广州最老的棵木棉树有成300多年历史，就在中山纪念堂。中山纪念堂不单只有广州最老的木棉树，它还有广州最大的两棵白兰树，每年的初夏和深秋都会散发浓浓的花香，让人更深刻具体地体会到什么是流芳百世。行了这么久，都是时候吃点有营养的东西补充一下体力了。牛扒肉已经炆到离晒骨，另外还有白萝卜、海带、豆腐泡、生菜，没错，我要了猪肠粉，而不是平时吃开的粉面。另外就是猪红了。如果你和我一样很喜欢吃肠粉，又喜欢吃猪腰的话，那你就一定要试一下这间店的猪腰肠粉了。他们的猪肠粉有多好吃？我在广州这段期间，每一日的早餐都是猪腰肠粉。如果嫌外面人多，想买些东西回酒店吃，这间店的粽会是相当不错的选择。土猪花腩蛋黄，麻烦。要几只？要一只。开不开？开埋啊，麻烦。土猪花腩蛋黄。开唔开，靓仔？我俾你，你开咗佢先，我开咗先。嚿猪腩肉一啲都唔肥，个蛋黄仲好香，好好味。食完嘢出去行下，散下步，帮助消化。咦，啲香蕉好靓，最啱就我嚟做饭后果啦。呢条街原来系卖中药嘅，嗰啲一盘盘嘅系咩嚟嘅咧？原来系蝎子啊！30元一斤，落两几啊？够啦，好似够。睇完咁震撼嘅画面，要揾个地方平复下心情先得啦。珠江嘅江边，除咗欣赏美景、吹下江风，仲可以游下水，强身健体。今次广州之旅的确令人回味，而令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这里浓浓的人情味了。